完的时候，我现在要赶紧化妆，因为我洗碗。金哥，我给挡着。哎，他好可爱，走出，那就是个小猪，来，坐吧，给你。$10 我觉得这勺子好好看啊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也挺好看，喜欢这个，嗯，这好看，这是超可爱，这没有别的颜色了。老夏，夏云鹏，看理你吧他。老夏，你看，老夏，这抱也抱不住吗？就这样抱，那也坐不住呀。你像他一样把他的腿夹住。每次来都会买的 PIN 的这个店家，这次不知道有什么好货，准备淘一下。家具，好好看，这好可爱啊！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，去吃一家 pasta。我现在都快抱不住他了，喂，看看镜头。我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刚刚在复古集市买的东西，还有我其实就是回国之前买了一些东西，但是我忘了，一直忘了录视频，就是买了一点点，因为东西太少了也没办法就是录一整期嘛，所以就在这一起顺便跟大家开箱一下。首先我买了一个 PIN， 我有跟大家看过，我买了这个，我看是小飞象的，我觉得它超可爱的，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小飞象，我觉得它特别可爱，但它因为那一整套没有很齐，所以我就只买了这一个，而且我家里好像有它的那个松鼠的那两个，所以我就想说再看其他的有什么我再来补就好了。这个是我刚刚在就是那个 flea market， 他们有那种就很多那种小众的独立设计师啊，他们会在那里摆那种小摊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草编袋子，它用这个套起来的他们的袋子，然后这是这个牌子叫 somewhere， 其实超便宜，才50块，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把它撑起来，它有点像那种去打包的那种外卖的袋子纸袋的感觉，但它你把它这样撑起来，
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里面多塞点东西什么的。我本来看好的是那个浅的米色，然后好像我因为我今天穿的衣服的颜色都特别的浅，我今天都是穿白色啊蓝色，所以他们就说我拿那个看起来特别不显色，然后我就拿了旁边那个深蓝色，本来决定买那个深蓝色，结果转身一看看到了这个，这是这种土橘色的那种感觉，橘黄色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这个话我觉得春天拿什么颜色也比较好看一点，会比蓝色应该更好搭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。也可以这样子做一个这种手包卷起来，刚拿了一卷毛线也挺好看的，50块。我刚才讲价他特别不高兴，然后我想说那算了，因为他说他一个只有一个，就他们自己手工做的，我说那好吧，我就买了，支持原创吧。我还买了两个盆栽，但是我已经放到阳台上了，我等会会放到图片在旁边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看我就是前段时间打折的时候买的东西。首先在三二他们家买了一双黑色的小高跟鞋，因为我发现我至今为止没有一双特别特别正式的那种黑色的高跟鞋，就是最基础款最百搭的那种。然后我那天逛的时候看到了，我就把它买回来了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非常非常 classic 的一款高跟鞋，然后是尖头的。我比较喜欢的是它这个地方，它的设计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那种比较浅口的高跟鞋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是不是在镜头里面看不太清楚啊？它的口比较浅，前面的我觉得还挺好看，就穿上显得脚和腿特别的长，鸡皮面的，不是那种亮皮啊或者什么的。我非常喜欢这种，因为我觉得这种鞋的材质会比较好搭配，就是你搭什么都不太会容易出错，不会显得或者过于亮或者是过于抢眼什么的。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低调的颜色，所以我很喜欢。我只有一双黑色的高跟鞋，是 Dior 那双，它旁边带白色蝴蝶结带子的，我觉得那双是比较稍微休闲一点的那种，就是你可以搭很多东西，比如说礼服啊什么的，也可以平时出门穿。但这双我就觉得是你比较 office lady 那种感觉，你可以上班穿，或者是参加正式场合开会啊，或者是出席任何活动都可以穿那双鞋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了。然后买了一条牛仔裤，我现在没办法上身给大家试穿，是因为他们家的裤长都特别的长，我得去裁裤脚，而且他们家裤子特别的紧，穿上特别费劲儿，所以我在这儿就不跟大家试了。就是一条很普通的水洗的这样小脚的牛仔裤，然后它腿看到吗，有这么长，就真的是给感觉欧美人设计的那种。反正我的腿是不那么长，我估计我至少得裁这么长一段吧。这裤就平时穿它的料子什么都特别的舒服，所以我当时看它打折我就买了。然后我还买了一双高跟鞋，是 Jimmy Choo 他们家的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我没有一双矮跟的高跟鞋，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可能日常开会啊，就是如果去开会可能要求我稍微穿的正式一点，但是我又不想穿的特别的跟高的时候，我就想穿这双高跟鞋。应该是我第一双矮于7公分的高跟鞋吧，就是这样子的，非常经典的款，然后它的跟大概只有2到3公分，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日常穿。比如说你可能稍微要正式一点，然后你又不能显得就是穿平底鞋有点太邋遢什么，想要稍微精致一些的话，你就穿这个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然后这个是那种有一点点 royal blue 和 navy 结合的颜色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也是这种鸡皮的材质，就也很适合日常你逛街什么搭配衣服上，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因为我真的很少有矮跟的鞋，我基本上要么就是平底鞋，然后要么就是跟特别高跟鞋。你知道跟特别特别高跟鞋虽然买的时候很好看，然后你穿一次觉得很好看，但你没办法每天穿，也没办法日常穿，就还有的时候觉得挺浪费的。但是你知道太美的鞋你不得不买啊，对吧，就我觉得太好看了鞋子，所以我就想说买一双这种稍微百搭一点的鞋。而 Jimmy Choo 呢是我的最喜欢最喜欢的牌子，因为它的角度什么穿起来都特别特别的舒服。我的高跟鞋里面10双有9双估计都是 Jimmy Choo 的，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鞋。好，那么最后一个呢是我在 Lavora 买的内衣。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这个牌子的，也是我是大概去年才慢慢接触这个牌子的，因为我
我因为他们家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蕾丝的内衣，穿起来会比较舒服，然后搭配什么也比较好看。关于这种蕾丝材质的内衣，除了他们家，好像没有别的家做的比较好一点了。而且内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买的比较贵一点，因为毕竟是你自己在穿嘛，这个你每天都要穿的东西，所以我是觉得内衣这个东西还是要买比较好一点的比较好。他们家内衣的型号都比较奇怪，所以我建议大家亲自去试一下，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找不到就是比较合适的号。他们家每一款的每一个号基本上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去试，而且他们家是分一二三号的那种，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哪个。他们家的那个泳衣也特别好看，可是我没有买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什么机会游泳，但是我有看到那种非常复古的那种游泳的衣服，连体的，我想说之后如果想去海边什么有机会的话再去买吧，反正还挺好看的。好，这就是我要分享的全部的东西了。我真的没有买很多关于时尚啊服饰类的东西，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开始慢慢的多买一点衣服了。我这个人其实真的除了必须要买的一些衣服之外，我很少买衣服，不是特别特别爱买，因为我不喜欢逛街。反正今年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少买彩妆，少买护肤，稍微多打扮打扮自己，因为我其实平时穿的特别简单，就毛衣牛仔裤帆布鞋就出门了，我觉得自己要打扮的精致一点。那今天的 vlog 就这样吧，我等一下呢要去把空瓶记的那个信息栏写完，因为昨天真的太晚，我好困，我没有写完，所以我要去赶紧把剩下的补全，因为太多了。然后这个应该还会录年度爱用和年度彩妆。好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